请收看卫星世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廖乡长，前乡长嘛，廖乡长，咱各位乡亲，咱伫今日一个正好的机会，事情一年，我当来咱南大关中寮乡，代表着咱中寮乡所有的咱的乡民乡亲。来对着咱全国过去九二一赈灾十方全国同胞的爱心，对咱的爱护、救济等等的大善事，非常的感恩。过去这段时间，自九二一开始。咱全国的同胞拢发挥着大爱的精神，尤其呢，在咱中寮乡真济真济的建设、真济真济的资源甲鼓励、精神上的鼓励。虽然我无法度当来伫中寮乡，大家共同参与，正面的。救济甲感恩的活动，甲感恩的表现，但是，我本着咱一个中老出世剩下人的一点心，咱嘛带领着上基山新律师一间大学，咱所有的学员受到同修，履行着咱九二一。现在后重建风水学的建设，在咱南投县承蒙当时咱的县长彭碧庆彭县长伊的爱心的表现，那么共同参与规划南投县甲台中县。国校、中学、高中学校在后重建，这个规划设计总共123间。在迄时阵呢，123间，每一间去看到的时啊，由心内产生着无限的无奈，产生着。天地是安那对着咱南投中部地区，尤其伫南投这么大、这么大的灾难，加伫咱南投，尤其伫咱中寮，这点，予咱先想都想袂通。有一天，咱的贵国主王祥老祖，甲咱开始，这是强业。工业，那么什么工业呢？
过去生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受各人各人的业力所牵引。既然发生业力发生，那么咱就如何来重建上要紧？如何来建设一个心灵的和谐？建设一个心灵积极光明面上重要。啊，看到咱全省、全国、世界各国参与来甲咱台湾一个建设灾区的辅助，让咱体会到生生世世。咱人拢有结着好缘分、好善缘，即系伫即回咧，就是一个灾难，得到世界各国甲咱的辅助、甲咱的鼓励，予咱信心甲希望。家只个正正已经四年正来咯，即四年通的时间来咧，我发觉到咱台湾人。带在台湾这块土地2300万人的爱心，那么咱南投、咱中寮灾区，受到全国、全省、世界各国人给咱的支援，爱感恩。我除了在早时电视台常常甲十方来感恩以外呢，今日咱遵照几个先师。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一定爱在今日回来南投中寮，举办着一场咱的易经风水学的讲座。易经风水学讲座，唔是咱所讲的遐尼浅肤浅的代志，就是讲易啦，就是交换，对，原来真平安。常常发生着灾难，即个用啊。那么对灾难，佮建设，佮希望，即嘛是用。对灾难佮建设中间的过程，叫做经。所以易经啊，即是咱人生命，咱也了解了，咱发觉讲，哎，易经的转弯，就是咱迄个信心。老天真正慈悲，这回七月七日的灾难，咱南投中寮啊，还嘛要算真正平安的所在。虽然无一摆别位的灾难，咱嘛是同款，予咱想到过去。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为什么信教？这个人提醒叫做人生无常啊，人生无常。唯有真相是啥物件？时时咱会当去做一个善良的工作、善心。那么台湾伫1991的时，已经展现着咱台湾同胞大家的爱心，各个在阶层、各个单位。拢投于咱的建设顶顶，尤其咱真济慈善团体，今日伫我的母校南投县中寮乡中寮国小的母校，直接举办着这场感恩的会，甲这个工作。啊，当即摆咧，找较早的教室无当找，一片。就归于农林地头开始，还看到建设着南投各个学校、各个小学、中学等等的建设这样的设施，咱爱存一个感恩之心。中寮哈，这样的建设，各个学校的建设真正如法，所以我相信。咱南投所有的学校重新建设以后，所得到的是一种信心甲鼓励，予咱知影一种知恩感恩来报恩。中寮国小的建设，起甲非常的水，非常的庄严。
啊，其他学校嘛是同款。这就是上天给咱的考验。上天给咱考验，讲人伫灾难中间要如何来做？团结合作、爱心奉献、布施，无惊到艰苦的布施啊，来奉献。那么今日咱南投县、咱台中县的灾区已经安定了，重新开始，重新打拼。但是我借着今日一年，在咱乡亲的面前，带领着咱乡亲大家共同来感谢着咱过去帮忙咱种苗、帮忙咱灾区的拾荒、善人、善知识、善行大德、大菩萨，咱要感恩。未来咱时时心存感恩的时，我相信呢，咱种苗以后会一直够稳定，一直开始结果，渐渐踏入富足的未来。啊，今日我听咱廖乡长，伊咧地主的时，非常有大智慧，嘛一位修行家、修行人。啊，伊咧地主，啊，听咱议员的地主，嘛是发觉，哎，咱中寮人虽然剩下囡仔、剩下人。咱的心足顺的，足顺的。啊，咱爱学其他乡镇、其他县市。今日咱举办这场一经风水学的讲座，咱台北的啊，师兄师姐、台中啊、南投啊、外围的啊，这师兄师姐，拢全力入来，甲咱斗支持，希望这场感恩。祈福、祈平安的风水学工作一定会圆满。咱嘛爱学习着各国来的师兄师姐对咱的爱心、对咱的关怀。今日吼，咱一只在几啊工程呢？我就讲啊，咱只要举办一个一间风水学工作，由咱中寮做一个感恩的祈福。会工作发挥，咱各个师兄师姐啊，真正乐意游览车对台北请落来，啊，车对咱南北二路拢来个咱中寮。第一是来关心，第二来甲咱共同来祈福。我相信咱今日这场发挥办煞以后，咱中寮会全咧开始平安幸福。光明。第五月二日，咱在德山举办着一间风水学的讲座。德山镇长嘛，当场伊嘛希望讲，这回办煞以后，德山会平安。啊，在座问我师父啊，德山以后要有灾难无？哇！咱这场法会办煞以后，德山会平安。这回七月七日的灾难，德山一支毛都袂忘掉。你看，诸佛菩萨，德山圣王爷的伟大，国姓爷伊的慈悲。我甲咱德山的乡亲讲，咱应去拜国姓爷。拜圣王爷，拜帝君，多拜神，都为大众祈福。相信咱德山会平安，结果平安。要伫六月七咧，伫咱大众关潭子乡，啊，潭子乡乡长换咱的地主，啊，几个先师往前路走来，开始讲潭子有一个灾难。速速办一场祈福祈安的工作发挥，甲乡长讲，小乡长呢，师父交代，我即时咧办发动专，这个潭子的乡亲共同来，哈、啊、迎接王前老祖，好、啊、几个先师来遮甲咱祝福，结果办煞，啊，这回呢，啊，潭子的当兵们。
山的水刮足刮落来咧，去个捞一支大火叉。因遐人我透死人，毋捌看一支大火叉。这大火叉咧，开口只个扎咧，水啊对，风源气一开门出去，风源无伤着，潭子无伤着。那无迄工出来水落来咧，潭子当兵真哩，唔知要损着偌济人，非常恐怖的代志。啊，所以乡长呢，伊也真正欢喜啦，师傅啊，感谢你，感谢老祖，安尼阮潭子这条街后壁要有无？希望卖阁有，啊，希望拢会平安。我在九二一之前，咱潭子乡长姓林，林乡长。啊，伊咧，伊讲师傅啊，阮潭子足想来办一场法会，好无？我好啊，啊，办一场工作法会。咱各位表面是安尼，伫我甲你伫讲，对面讲尔，事实所看到诶，咱外面，咱周围，偌济圣神佛菩萨。一家在听咱讲道，咱共同伫祈祷。结果九二一的时啊，潭子地动遐大个，照常大个，无多一间厝，无上一个人。这呢，真心讲不可思议。那么在九二一迄年二月十九，二月十九咧，观音佛祖伫台中关后里乡，咱王禅老祖开始。64年的纪念日，就是后里大地震，当时死足一人。那么王禅老祖呢，开始讲，九二一迄年呢，二月十九，速速爱伫后里举办着一场念佛的法会，举办一场风水学易经的传道大会，一结束就会过。结果九二一，哈，二一九，二月十九，这数完全是相符。结果地动遐尼大个，咱在座真侪师兄、潭子的地主，我恁这里有多后里的地主，我请问恁，恁九二一迄天，恁后里有地动无？吼、哦，老师，恐怖恐怖，黑暗哦，有够大个。但是无多一间厝，无剩一个人。这是啊，咱仰仗诸佛菩萨、圣神、几个神师，给咱的力量，给咱的平安，给咱的幸福。真济真济的案例，那么咱今日我咱中了人，啊，直接出事，当然爱当来感恩，爱当来报恩。啊，所以啊，咱今日。在中寮举办这场易经风水学的讲座，事实已经举办一场人天大法会，啊，举办一场在造就共法的功德力，因为要等来办这个法会进行，啊，几个神师王禅老祖都开始爱如何来祈福。咱中寮乡的祖师公、地爷公也非常的灵感，佛祖嘛非常的灵感，义民爷嘛非常的灵感。所以咱各位，咱也知影，咱的足多圣神甲咱的保庇，咱唔通去怨天、怨地、阁怨神，咱那是感恩着天、感恩着地、感恩着咱中寮乡各个所在的。圣神给咱的保庇，所以咱今日直接举办这个易经风水学的讲座。易经啊，就是对未平安到平安，或者易。啊，咱啊有咧心，共同来学些多，发出什么多呢？慈悲之多，祈愿之多，祈祷之多。发出愿力之多，我相信不是跟我们中寮而已，我们整个南投
咱的整个台湾一定会和谐。每一届那灾难教育的时候，发觉到各个所在拢在互相的指责，咱免指责，咱爱互相受同情、受体谅，互相受祝福啊！所以今日咱上皮山先律师的地主，这里是地主来遮奉献，来遮布施因的心力。伊嘛是一种发出一个愿力，祈祷咱终了以后会一直平安。咱各位乡亲，咱甲全省全国的同胞甲因感谢，大家拍鼓啊，各位甲感谢。啊，回想到八九年前，咱前廖乡长伫南投文化中心举办着一场风水学的讲座的时，当时呢上大雨落大雨，那么王禅老祖开始两天护法降落南投，南投有一场的灾难。会大化小，小化搁较小。可惜，咱整个南投县，咱的乡亲，大家，因为咱的福分、福报，因缘无具足，后来九二一的灾难，我才体会到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始讲，台湾、南投、南投、台湾有一场的大灾难。会大化小，小化无，搁较小。要化作无，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贵国主，甲咱讲，无要紧，咱南投，乡亲，大家真正顺，心真正顺啊，会大化小啊。虽然九二一灾难教育，但是咱个人个人的因果业力。咱我都去抵抗，但是咱所换到的，予咱全国、全民、全台湾的咱所有的同胞啊，咱的大众、慈善家等等，予大家发挥着制造贫困的人，这个精神，咱爱学习。啊，咱组织功德会。甲咱南投这地区起遐一个学校，啊，其他建设公司嘛，甲咱起遐一个学校，遐一个建设，还有其他的银行家、等等电视公司，甲咱引入来南投起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的建设，予咱南投重新，予咱南投重新充满着希望，甲。光明的明仔，那么今日那就这一年，我一定爱当中寮乡代表咱中寮乡所有的乡亲，甲全国的善知识大善人，也希望全国的各国啊，单位咱的大善人继续甲咱南投啊灾区甲咱。关心，甲咱疼惜，咱一定会渐渐平安，因为托着大家的福啊！一只特别的感谢。啊，我是中寮北新村新乐巷出世内山囡仔。啊，回想着过去国校的时，搭一块这块土地，我甲咱现在。彰化县二林上江简校长跟简先生简校长，我的同学。啊，细汉呢，也是伊教我读册，我较偏大读册。我每一届要甲偷看，伊拢唔爱看，所以我健康拢考无好。今日呢，咱的同学呢？
啊，你已经身为教育家，足赞叹。那么我就另外行一条路来奉献咱内山人咱这片的心力。啊，这世间啊，真正会讲起来嘛是真笑亏。啊，人甲人中间一结缘，实在好善缘。啊，我是十一岁，咱中了国小，啊，大家学骑梯马，骑骑咧，手肘呢吞咧入库。啊，我爸爸咧，伊就甲带来台底啊两啊两辈啊，伊就学拳头。哦，迄拳头真好，啊！伊家扭，啊，这囡仔扭起来做亲情啦，啊，手啊扭起来当好伊咧，啊，白个好伊，真正叫做亲情。等下做兵刷倒来，我伫光华高工加测量，啊啦，迄时阵咧，开始许多人烦恼讲，这一回啊要袂娶。那有一天咧，阿良伯啊，伊就甲我爸爸讲。哎，我连做卖人，做完一个亲情，伫南投哪种要好啊？我爸爸伊就讲，咱庄下人、内山人有人要爱，咱就爱，真感恩啊！所以甲讲咧，我就去看，画画画咧，大家都到越南做卖人，啊，就结结好缘分。这想到阿良伯。谁人手啊扭强，扭强做亲情，结果我的太太王月娇拿着个都伊的查某孙啊，这嘛是种真正妙啊妙啊，这都是易经的，对拨落手给我滴。啊，我经过甲以后，搁甲做卖人，花花要扭强做亲情。啊！结果伊抱伊个查孙啊，互我做某，这就是真奥妙一经，人生小度会着日头赤炎炎的时，虽然顾性命，但是一经顾性命的时，爱注意着缘分啊，缘分。人甲人中间的缘分，生生世世，哈、哦，无量劫以来拢有好缘分。才会斗阵，无论亲情、朋友、冤仇人等等，拢有好善缘，咱唔通结恶缘。啊，当时啦，我来讲歹啦，凡事惊无法度娶一个水某。师母变啊歹呢，吼、哦，我那有查某人的气质呢，这都是缘，都是一经。所以咱各位甲易经啊，看作一日椅仔顶脚翘起来，吼、哦，食报纸配茶，哇，那不是安尼俩，唔是迄种的人，因我都享受俩。咱大家每一工拢咧享受着易经，这是真奥妙的代志。那么在九日第一当去暗。啊！我伫北溪县，阮太老乡啊，阮嘛故事。爸爸妈妈，妈妈有中风，迄面呢，我甲你小弟很灵，普通时伊拢一定爱出去外口，哈、啊、去啊，哈、啊、朋友啊坐，甲真暗欢笑，真暗才倒来。结果迄面，家己小弟啊，伊转呢歹出去，拄啊地震摇到遐严重的时啊，我甲你小弟。去甲妈妈对后壁，哈含爸爸哈，这里看出来，拄拄打出火灯，厝砖了倒落去，翕无着。哦，我就感应着阮祖公啊有灵性，啊感应着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慈悲。那么九日一过啊，阮家灭过倒啊。倒去，因为到即摆都还无过去，所以阮啊袂过倒。即摆是易经诶，你去起来，甲倒中间会经过，搭几年啊，嘛还袂去，所以第人过来，我咧搭最袂倒。
这嘛是易经，所以那个易经用在生活，你会足趣味的。你个易经用在生活，你会发觉人世间哪里这么这么奥妙的人生啊！所以咱在这回九日的地方，弄过去啊，重建上重要，等于等于处理。好，看到咱中老家啊。啊，一段现在拢开始在建设，佮建设起来，路老较宽，建掉的佮较用，但是地动袂过来啊，无遐大地动过来，你放心，我相信你看袂到，我嘛看袂到，因为这种的大地动一百年才一届，在座乡长你看会到无？看袂到，咱嘛看袂到啊。啊，以后会无？未知数。啊，曾经人讲好，师傅啊，老师啊，心甲通，心甲通，但是要大地动。哎呦，放屁啦！大屁放了，但最无第二个小大屁啦。个人小屁不名，不咧，人未叮当。啊，所以以后这个地动又搁大起来无？未，你免惊，你免听人讲哦，我是通什么灵，通什么灵，咱们当时大地动，放心。啊，放大屁以后，达水未过放大屁，这是足简单的道理。咱是安那，直直惊吓，因为咱经过一只灾难，所以会惊吓吓嘛，这一定的道理。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咱一个人的业障，在受到报甲应的时啊，过去都过去啊。上天未讲遐无慈悲，那么上天一直希望咱重新的建设，心灵的建设，思想的建设，心灵的建设，咱就时时爱个感恩。人过去甲咱帮忙诶，思想的建设，咱站出爱较悬，站出悬呢，多吸收，一寡正确的知识，唔通无迄个知识，那安尼咱人生就真正可惜。那么咱厝起好，真重要，风水搁较重要啊，风水就环境，环境下。目睭所看的，耳仔所听到的，啊，鼻、嘴、舌、身躯所感觉的，真重要。都讲咱陈议员、陈叶英、陈议员呐，啊，一家也同学的简立权，咱生活室的编辑部，咱的简立权，咱即话咱曾家人，好，我讲你等于中了，去召集着咱乡亲。各个单位，咱的啊团体，咱来共同举办一场风水学的传授传法大会，这就是要来举办一个感恩共同继续或者积福的工作。那么咱简立权呢，啊伊啊准教知识呢，啊就等来故乡，这中间几啊个月来拍拼。好、哦，啊，激烈激烈，他来了，啊，激烈啊，啊，努力会打拼的，好、啊，我的，啊，我达志会使成功，不容失败，而且呢，就是在后的建设风水学的，那么你爱等阿家开课三个月一期。而且无收费，咱遮吼，等下甲各位将我所传的风水学的建设、风水学的规划，大家照风水学来建设，那么以后咱会渐渐更加平安、更加幸福，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咱欢迎呢，咱开课出，今日工作煞咧。
哈，咱都这个啊，七月二十，哈，咱呢，迄只了都咱开始咧，哈，咱就要来带人家咧，哈，举办着风水学的讲座，各位的时间，好，你想，啊，各位哪有时间，哈，恁都来照这法传落大家。好，大家你甲提上去，咱看，咱就平安。莫小小看这本册，这本册是非常非常有迄个价值。好，咱在后的建设，都是伫心灵上的建设，都是风水啊，风水。有人问讲，老师啊，啊，恁兜风水真好无？阮兜风水袂歹，真利水。落大雨来，因为我较悬呢，水袂淹到阮遐来，风水袂歹。哈，大会平安无？哈，大当然会平安。若袂平安呢？我今年62，虽然比阮爸较少年。哦，阮爸89岁，啊，我是62，阿兄，哈，上好诶，哈，就67啦。现在是算平安啊，但是无发财，无赚钱，因为阮厝的地理溜溜，上面溜，卖鸡仔，赚做是有，赚了赚回是有，这是风水法则嘛。那么，阮家的风水，都讲咱师爷廖讲师，啊，开辟一个中寮乡有一个人好往参观，拜托。阮家无啥物参观，啊，即个风水学无完全像人个大地理，但是平安一地。我爸爸常常讲，好佳哉，咱家无出着六水啊，六水啊，你听有无？啊，六水啊，这句话吼，年轻小朋友听不懂，叫做不务正业。但是我爸爸，你讲了唔对，我不务正业。我原来做测量，经营中兴测量公司，专线上大间，即摆嘛上大间，测量人员要150多名。台湾高铁即定位高科技的定位测量，我中兴测量公司来承包做这个工作。但是我测量无做啊，我换行路来啊。我换不务正业，啊，所以安有准无？风爸爸讲风水无准，好，我结果行无共条路来，行伫修道。但是咧，我本着士大人的教育，绝对无做危害社会的出头啊！咱若做危害社会出头咧。一世人根本就无本钱，何过成长俩？危害社会的这个坏习惯呢？咱伫社会人世间，伫祖国面头前，咱根本都日头都压不起来。所以啊，咱贵国先师教我有这个缘，啊，真正感恩。我伫71年险啊病死去，真严重。咱台湾第一个修行道台湾祖师，会看你，伫新年台湾祖师，啊，咱王禅老祖、贵国祖、贵国先师，会看你，会接引加持，赐我智慧、力量、信心，总是加变。自然伫念佛修行的过程中间全好起来，好起来以后，我发愿一定要将。本来的事业放掉，让学生去经营，然后今日学修道来感恩，知恩感恩报恩的台湾祖师、甲贵国先师、甲圣贤的慈悲。所以无论咱伫世间，无论带一种事业，无论带一种的头路，咱只要认去做，会当为大众服务的，咱认真来做。这即是功德。啊，回想到过去细汉，我读光华国家，啊，家己一个处理啦。当然，装下囡仔去都市，我的老母
教我交代一句话：咱庄下囡仔、内山囡仔，也无背景，拢无啥。人若要甲咱好诶时，咱也爱足欢喜啊，爱足感恩诶。这句话我时时藏伫脑海内，藏伫心内。所以出去到社会以后咧，绝对唔敢甲人结恶缘，时时存着感恩之心。维新。那么伫这回，咱来救一个灾难。我看到咱全民真济人，在灾难中间，未晓去感恩，人来甲你救济。人煮尽所有菜、饭、卫生的物件，互咱食，咱有个人心魔走出来，不满共倒掉去。电视中我看了，非常非常痛心。好佳哉，咱中老无看，我无看。所以咱处处爱一个感恩，爱一个知恩。啊，这回咱灾难，七日水灾灾难的时，咱中了会当这样过较平安，无什么大灾难。咱中了，咱大家的心也要本着一个知恩、感恩。啊，一寡所在较不幸诶，啊，因为地动以后咧，土质拢散去啊，如大雨，规个一定涨落来，灾难够到位。所以各位，咱各位乡亲，咱中寮，照讲是真有福报诶所在。我相信，咱今日只共同来祈求。几个先师，哈、啊，三宝合作，啊，咱地下公、妈祖婆，哈、啊，咱的祖师公，圣神要托地公，会慈悲，给咱祝福。咱的祈求，两天护法保重生，哈、啊，会当化解人世间的一切的灾厄。那么希望祝福予咱全民的心。会当破坏，啊！咱共同祈求以后永远永远无灾难。归国主王贤老祖慈悲开示：南投中寮本来有一个大地理，啊，拄只呢，咱陈议员南投我出足一高人。咱南投一个足够的人，恁也捌了无？中将两粒星，恁捌了无？啊，姓萧，萧金德，萧金泽，好、哦、叫我两届，哦，正够的人。啊，要咧，国科会、国科会主任秘书萧金春。国家的这几个一个人，要我阿兄的同学占兴庆，啊，迄个是毋占外交官的啊，出入境管理局的局长，我有在一届咧在想，出入境管理局的局长官足大，但是有一天那生死的关卡，伊毋知会使咧。敢发一张西方极乐世界的证书哦！我足想咧，我阿兄，来，咱来找你的同学，拜托的，咱乡亲大家发一张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张净土的证书哦。可能有困难，伊发人世间的证书。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证书，无简单，爱修行，爱修行。所以几个先师往前都做，甲咱开始，南投、中寮，哈、啊，嘿，有好地理，
叫大家爱修行，有缘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啥人？每个人的本性，咱每个人的元灵，咱的元神。咱三十每个月专门念佛，各位较早起来，再是五点半，好，咱起来参加念佛，这是正觉的大地理。所以几个先师王禅都说，了，今日甲我带交代咱转向乡民，哪有方便呢？认真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三年。用到念，那无时间啦，透早起来，每个月三十透早起来，起来全面参加念佛。咱这三年阿过，中了以后发展，三年阿过，中了以后平安顺遂过好海。所以今日咱等下遮，除了着感恩大众对咱救济一个帮忙以外咧。咱爱重新建立一片人世间的净土，西方叫做世界的净土，在咱中寮开始，好，在咱中寮来打拼，大家共同种植福田，然后以咱所念佛的功德回向给咱全民全世界的人，我相信世界有一天真紧会和平。啊，咱呢，大师常常甲咱开示：一等先生看青岛，二等先生看水口，三等先生满山走，四等先生过半岛。真有意思呢！一等先生看青岛，二等先生看水口，咱中寮的水口九曲水收了有够好。啊，像咱南投，咱中寮咧，无出好嘢人，无出有钱嘅人。我有一届请示，咱几个先师王禅老祖，讲有啊，中寮有出真济好嘢人，我哪有啊？算啊算，啊都有限咧。老祖开始讲，唔是安尼。咱人上好呀，心安的人上好呀，咱会当知足的人上好呀。中寮出真济好嘅人，心安知足。虽然咱家生活较无遐尼富裕，但是咧，咱中寮这里长寿的。两会是为是有够多，有够多真多呢。好，我有一天凡事会搬到中寮大，我希望嘛会当会修。我希望嘛会当会修。啊，外口的打拼，打拼一个段落以后咧，啊，回来故乡大，环境袂歹，无最起码我的爸爸才89岁尔，好，安尼已经嘛是真无简单啊。啊，那么会当当退休，咱有个人袂当退休。吃好勤苦，好过他佚佗，这种要等退休较困难呢。吃普通，吼、哦、啊头壳了啊，清清菜菜叫空空，吼、哦、啊那呢，迄条都吃无好安尼呢，营养较袂中风。所以咱中老人好也有够侪。有一届，我爸爸好甲妈妈呢。结婚钻石婚60周年的时候，当时都咱林元朗林馆长去咧颁奖，我听的报告，嘿，
专管好这个，合作年纪上济、上长岁寿是重要上济，是不是真啊呢？乡长啊，啊，真的哦，你一带领咱重要人更加长岁寿咧。啊，所以重要最靠所有条，所有条咧，咱会当持续。第一种呢，咱勤俭打拼运动，哦，咱壮阔，咱自然就健康。所以本人自71年病无死以后，我甲佛祖、甲王禅老祖求四项，我无求发展，无求赚钱，无得人好呀。我甲伊要求讲，第一爱华一家。第二爱会做，第三做死，第四唔通病好死。我个要求这四项尔，会食会做做死唔通病好死。在这十年前，林文刚先生，我一天气我呀，你教我讲师傅啊，人生理念如何？我人生理念真简单，啊，我也无想要讲做啥。我要求一家一做做事冇必要死，我看到这四项安尼尔。吼、哦，杨刚先生呢，伊就写起来，以后对朋友呢，就讲我弘扬禅师呀，得到生命无限的活力。那问我啥啦？一家一做做事冇必要死，一个报纸啊刊足大片的。好、哦，伊讲的理念，弘扬禅师呢，可以。四行步，结果伊拢甲捡起来用。人一食，表示身体健康；食愈济，咱代表会当五谷丰登。我甲杨刚先生讲，哈、啊，杨刚先生，阿康伯啊，你食好这些些，食三碗公米，以后三碗公米也食咧。啊！你唔多小话假讲者，食三碗讲的道理。啊！我第一碗讲表示你身体健康，啊！第二碗讲呢，表示到五谷丰登。第三碗讲呢，表示全民身体健康。啊！你敢做袂到？好，拍破安尼，我做会到。安尼我三碗讲，我食咧，真正三碗讲食咧咧。这里面有相机，身体是健康。好，一家一做，人来一做，身体就健康。一做到一家，一家一做，身体咱就有功德。咱来到世间，经过的路，拢别人的。咱若若是无认真做，打拼做。用这幸福来做，来行大将的事啊，咱永远是欠人的。曾经有一个信徒先生，老师，我这世人都无欠，全部无欠。你今日欠人够多，我你住倒位，住新庄。你伫新庄来到这，你有人迄个路费无？啊，有啊，高速公路我有拿啊，但是高速公路来到我，个性有拿无？无啊。咱每一天经过人的路，咱一定有欠人，谁讲无欠人啊？寸步难行呢。门口你若围一个帮呢，七寸你的土地，帮个围个我安尼袂过呢？你看呢？咱有欠人，咱有欠人。所以咱爱做，才袂欠人。做事，哈，做事这句话是有够有道理。做做可能讲就再见，我要回来。这是高道行相关，但是咱无法度，咱修行咱无够。以前咱各省啊都有，有一位啊，老岁人伊都撞过，讲我这观念做死，我94岁啊，95岁啊。啊！一去踩的撞鬼，拖拖拖嘞，低头拄嘞。哎呦，人家找囡仔，啊叫囡仔困中头遐好困，
低头吐了你吼，甲我骗去啊！你看做甲死，功夫够好，工课做出来才吐嘞，咋？在做想法多，有时困了，困到天光，搁精神来尔，是不是？哦，先做甲死，唔通病我死。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我甲你妈妈，伊业力不多，伊就大破。啊，大破嘞！老来一定身体叮叮当当，妈妈会夹，伊会夹着，先生会当着安尼。那么妈妈伫厝，爸爸伫厝，啊，我也袂当当来照顾，只有我的阿兄、大兄、第三小弟伫厝伫照顾，啊，照顾老大人。我阿兄，你照顾老爸爸妈妈，我好，我来打拼。啊，功德我这若有功德的时，我用寒食过活加上来。啊，所以来世间互相合作。那么一个人命底是安那会安呢？命入骨，当多下未入。啊，我们家常常甲弟子讲，哎呦，老师啊！我来这身体这歹，我来这无好势，这啥出事唔着事？啊，要安怎来读我易经？来读易经了，你以后知影要阁出事，你就知影着事好出事。若无你唔知影事好出事哦。可出事唔着，艰苦一挂，又阁活了几十年。所以我唔只专心开易经大学，目前已经要百二班啊。啊，一百十八班，咱这边阁开个一百十九班，咱专心开较济易经个妙法，咱个学员、博士、硕士、校长、大真济大老官、细老官，足济，咱将近即摆有六千个学员，要六千个啊！啊，我爱大家一句哩。已经学好好势，后世人要出事，时间你就选会到。那无选未到，你个咧负责。啊，那有人老师啊，要安尼才选会到。你若要出事，甲讲，我才甲你讲，当时来出事。可惜你要出事，我嘛难讲啊。那么只有自己学，我唔只爱欢迎咱乡亲拜六暗时有时间，咱来才上课。三个月，三个月读风水学。咱风水不是讲哦，我带你去安尼咧，家庭、厝前、厝后、厝内底，什么叫布置等等，布置好着，布置好着咧，咱就减少着烦恼。啊，咱一个校长，拄咱前校长，我的同学尹作学的唐校长。啊，他在嘉庆女中校长唐校长，啊，伊个囝婿啊伫韩国，医生甲验，讲做鼻癌，烦恼个呢？啊，那么中午呢，伫台湾去紧张，怎么办？我这本册先寄互恁囝婿看咧，结果囝婿咧去看看病，哎呦，我困一下，咱只时间套房。这边便所门来冲，这边便所门冲，啊，这边呢，烫手脚来射，嘿，迄面生癌，迄就奇怪，迄那面生癌，我这边就单调呀，怎么办？无采你德国的朴素钢筋水来搞，面层刷位嘛，要怎么办啊？面层刷位把筋困，刷好位，高下位就刷好位啊。好嘞，哦，卡电来足欢喜嘞，甲咱都将咱田立伟，咱啊功德会副秘书长田立伟先生，伊卡立伟啊，师兄啊，你甲师傅讲哦，阮囝婿啊，这已经好起来了，足奇怪的，我哪啥奇怪？中国的妙法，所以各位，咱即摆拢开始咧起心处，一旦用得着。用唔对个，后摆艰苦一挂，恁家的代志，
但是咱中寮乡乡亲共同的不幸，减少一个高人去啊。所以咱啊，风水学的代志，咱着环境的布置。啊，咱在座嘛有建筑师，啊，咱建筑师咧，阿库建筑师，伊所有设计咧，拢照风水学共设计，大家住着足平安。唔知全省建筑师工会有一间台北市，台北市的建筑师拢足大声咧，真大声咧。啊，多一个灯庙咧，我中寮国中，干嘛一届？吴庆斌，乡长会知啊？吴庆斌，台北市真大牌建筑师，伊个啊大头阿翁，哎呦！你若真想咧叫大头，一定细汉啊，大家好朋友、好同学。伊讲叫大头啊，因为我细汉头壳真大，我甲阿伯咧讲啊，你这西瓜头诶，因为这比比啊，啊无想到咧，甲老来诶学修行，西瓜无无治俩。啊咱诶五个读书。哈、啊，大头啊，我唔知道你来演讲了，吼、哦，我较早拢设计，咦、罪恶啊，罪恶啊，你风水学，你要看看咧，又唔，我来教你设计了，阿伯人我全部食呢，我设计咧，赚了钱，失了就袂使呢，同学啊，哦，你讲设计好，功德呢，社会好害，功德呢。到尾啊咧，咱咧，哈，咱吴庆斌、吴建龙、吴建龙师啊，伊讲我当初当个中华国中当个校长，啊，当看学校，我学校只921建设以后，奇怪，我嘛搞不清楚，是安怎外大门又搁向外口做看皮水，我就感觉足奇怪啊，啊，不多。咱南投人，哈，南投中寮人的子弟的业力啊，咱门上惊向大顺水流。啊，咱若假使门原来伫向对迄边，毕竟呢，出状元的桂冠呢，可惜咱洪建设人甲咱布施，爱听人的话，啊，人甲咱建设布施呢，建筑师我迷信。咱都学校单位唔敢反驳，因为咱中国人，咱来山学校家长会，咱的校长等等足够伊，惊人唔敢咱报喜，惊人唔钱来到建设，哈一声，咱都随灾人啊，结果灾难是啥人？不灵啥人？咱养精呐，养精呐，爱有智慧，专心。我学校建设有够多，看有够多，风水学我看有够多，隔日呢已经40多万人，伫电视中调查起来，所有三台电视咧，以单位咧在算，哈、啊，一位单位，咱这个时段0.8、0.9、一点几，别个台咧0.00几、0.1几，无超过二个数字。所以咱吉林的学校非常多，中兴高中，较早学生心未定，学校未平，未健康。詹校长，伊讲老师啊，我学校来做校长，感觉足未顺事的。我讲你学校面头前翻江一支刀，噗插了，我要安怎？退后咧，吼、哦，你甲做一个品质型的良民，吼、哦，即。跳起来，门退后，反攻闪过，你怎样利用？结果刷过来了，你白了，升学率滴滴起来，学生安定的，真的像奇怪。好，我的同学较早郑校长，国校读册，初中读册，伊叫我写的，拢唔好看，到即摆来换伊做校长，伊才找我。学校，伊去接二林龙岗、二林香港、二林香港，原来升学率那35%，要拜天公诶。
结果一去看完，没啥的，学校对面一个叫做地下道，电力公司的地下道，一个户口抢到学校来，当然没平安，怎么办？我同学够足趣味的，你若倒过来伤到人大，遐都袂使。哎呀，老同学啊，你看有啥办法啊？我好啊，忙做有咧位面顶啊，做一个足够了，只三尺外的白铁球金闪闪。好在对面的电力公司的地下道冲出来，变作西篮球，拢出轨的。结果伊即几啊年了咧，我真后班咱中了人的公营。拍手啊！阿姨咧，即摆升学历已经无法度升啊，无法度升，94.8咧。连续两三年了，拢94.8，我讲你莫一百百二百啦，百二百后摆。人要来去接你的手头的人，无在就办，无人敢来。即种学校环境，环境学，我发过大学、中学、国校，等等，我发有够多啊。我上反对迷信，但是上气无智慧。当时咱中了国中门换过来。红坡一大片，嘿嘿，我笑开，我真爱笑的。哦，等咱的家庭会搞反对，我讲你这反对，这里反对。我告诉讲，今日第一，我当然为家的好友奉献。第二，吼、哦，希望中寮这么优秀的所在会出真一个人，是安那甲冻掉嘞？啊，就是教育基础若好。信心好，欢喜心好的时，哇，咱就足好呀。所以迄阵咱呢，啊，陈议员呐，极力的扶持咧，甲门换过来遮，换过来遮咧，就是玉大。你看，向南的玉大呢，玉带水，玉带水，大家巴肚了，如丝如丝的，像咱乡长的如丝如丝咧，迄出大智慧咧，大量都出来啊咧。结果，甲起头前看鼻水呢，直直看咧，直话说，直直看出哩。阿弥陀佛啦，校长较骨力嘞，迄、那个人也无好，唉，咱也考试，读啊，阿爸拢跳得过去哩。那么，唔足可惜诶。说地灵人杰，我甲吴庆斌，你等下找同学来学校，我甲爱做一个。迄条做大门，啊、哦，大门嘞，做一个真水的门，然后看要如何来破。而且学校门出哩，好平，两支电条遐悬，会记哩。难道门出哩，电条啊，也是大支山，大支树，好举头，兵起柱，路起柱，咱来注意。啊，咱中南国小。出哩，两边只管，咱中了国小，马紧国小要出高人嘞。哦，国中无啥好势，渐渐咱请陈议员、廖议员呐，哦，请恁闹方便呐，好、哦、为着咱囡仔未来有搁较心平气和，出搁较侪高人的时啊，建议一同咱甲改善。这是咱中了人。啊，嘛是整个台湾2300万人，咱全民的福气啊，全民的福气。好、哦，希望咱会当如愿，阿弥陀佛。咱上基山先佛寺以教育为宗旨，所以创立易经大学。咱的证书，这张证书提起西方去了世界，一定会通。好、哦，一定会通的。咱的讲师法师，咱来甲各位介绍。首先呢，张讲师，张一啊，张讲师，一直在打。啊，吴景堂啊、哦，
啊，吴讲师呢，伫台北啊，台北市的哈、哦，台北县的。啊，魏讲师伫桃园的，咱的江苏。啊，张忠义讲师啊，伫台北县。啊，黄秀芝黄讲师台北县市。还有呢，黄秀义呢，烟火法师呢，啊，草屯、南投、埔里、高雄、屏东，伊的门下弟子，正清的俩，一家，好、哦。还有呢，咱的石讲师呢，啊，伫德山、水利、啊，民间、南投，啊，过来李仁土李讲师呢，咱台北县、基南的江苏。杨义成，咱台北市，哈、啊，台北市的，啊，江苏，还有呢，苏丽苏讲师呢，阿姨，咱台北县的江苏，要来引导法师，咱台北大安市的主持，啊，伊啊，也是咱在头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秘书长。啊，也是咱贵国是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啊，像咱以上这些讲师咧，拢总咱有56名尔，今日会来安尼啦，50个讲师，全省到处陪伴，啊，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妙法，甲我所讲的妙法。我也很感谢因将妙法传了大家，咱以热烈讲掌声来鼓励。哈请护卫哈哈请护卫哈好了哈哈没得了哈咱各位乡亲妙法难闻要回来咱中寮要传这个课哎呦都在那欠钱呢钱以前呢走回去好、哦、好都在过去介绍了哈他已经做人处事也安心他已经家来和谐，圆满一条心。读易经做事业，咱会较顺心。读易经呢，国家社会更太平。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为心性教。所以易经的妙法，讲起来是真深，但是真切阴卡目，甲台湾的钱同款阴卡目尔。无论往后众上凡夫走出，咱阿公阿婆啊、阿阿姆、哈阿叔、阿伯啊，少年的拢会使来读。咱来个先知识做伴，咱在座足侪都只圣歌合唱团家，拢全企业家，啊教教书企业家，啊你看呢咧，伊嘛是。一礼拜找一天的时间来读易经，有时间来练习唱圣歌，哈，愈来愈少年。咱的希望，这会文化在外面，咱中南乡以外，我全省安尼安尼写安尼过，我甲现在一班118班，但是含过去结业的已经180多班啊。这中间全省各个所在。拢希望咱会当阁继续开课，啊，尤其最近咱的培养世界各国华人侨胞，因为当爱西文斯，当个只上课3个月，然后呢，因当世界各国开班，以后咱食官、有官、食贵妇、行妇、食妇、贵妇等等呢，咱拢有这好一年。啊，所以咱希望伫3年中间，世界各国最起码开有40班，40个国家，这就是证明，就是咱贵国主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真殊胜啊，真殊胜。咱暂时摆一边，吼、哦，人咧讲选举，当然咱哈，这个叫做陈月英啊，陈议员咧，哇，选举名西岸部咧。爱使正步，表现你要服务大众的台湾，这就菩萨啊嘛，安尼尔嘛。那个哎，师傅，你写那叫说啦吧，这是无什么说啦。如何当兵的呢？爱关心，当兵的呢？
强烈表达要为你服务，南平面的安怎？到尾啊嘞，你照你去做，自然会当为全面服务达成你的愿望嘛。迄阵咱等议员我愿做，我你愿做啊？愿做你做得较有嘞？愿做不愿为民服务，你愿来做得较有嘞？嘿，股票总算当然要努力啊！哦，迄嘛是，就是哦，咱宣传的话，咱啊廖乡长。哦，你现在执政党的咱只党部主任，好、哦，无想到这回，好、哦，咱执政党继续为全民服务。啊，咱原来老馆长、吴馆长夫人，吴东基吴馆长就讲去市里，伊有先见之明，伊讲师傅啊，这回选举差这少不管。啊，请你啊，甲大家呼吁咧，赢输就会输，但是咧，大家爱提出这个压力出来，提出压力出来，唔通制造社会的暴乱甲纠纷。我好啊，一个月前落，我一个月后放，我赢无偌济，大家唔通，哈、啊，唔通为了这个起动干戈，哈、啊，因为咱的吴馆长咧。好、哦，有咧开始者，我都代志都甲办啊。好、哦，甲办都真正赢嘛，加一次啊。好、哦，咱接种的话，你若愿意要为大众服务的事，加一次啊，尔啦，无他济啦，一次做啊，尔。啊，咱啊，总统咧，伊用书法安尼吼，好啦，我认真做，为台湾这个土地大家打拼，大家拢努力，我大家拢丢。结果这回台湾的民主，你看变悬啊！哦，有够好嘞！台湾的民主呢，真正双赢，赢啥人？咱全民赢去，不是阿扁赢，嘛不是我的书记啊宋先生赢，嘛不是连先生赢，拢不是咱全民赢着，因为台湾的民主已经到一个水平啊，是不是啊呢？啊，好！啊，廖乡长咧，教我隔离烟嘛真久，啊，虽然这中间真无时间倒来拜访来请益，但是我头到尾一个希望讲，台湾爱祥和，台湾爱建设一个净土，安尼是咱上重要的啦。啊，这是基础咧，咱已经算过啊。该拍拼去拍拼，该努力啊，后个阶段该努力努力。啊，咱嘛祝福咱的吴立伟夫人继续为大家服务。哈、啊。啊，咱再来解答各位问题。人世间上宝贵就是有问题，上宝贵。那无人无问题的人吼，迄不是人，心嘛有问题啊。哎呀，走去观察底就无问题啊啦，但是嘛是有问题。好、哦，咱今日我拄啊张讲师、张医药、张讲师，伊一个地主是大人，往生去啊，往生去咧，啊都捡骨啦，捡骨为了。啊，较细粒的较俗，较大粒较贵，伊就搁甲是大人变小过，骨还小小较细红，人无死两届，你搁烧嘞，害啊，健康不灵啊，坏货一大堆，足侪人足侪人拢安尼，各位，咱人先要爱等伊，骨翘起来，咱用大红的，一红，大红的呢。哦，三万二，细红啊，万五，你为着烧一届，500块人替你烧，用升万七，结果家来未平安，去往巴肚歪一歪啊，迄就不止万七了啦。所以各位啊，咱是大人，往生去，除非开始就用火化，那无咧，咱特注唔好烧第二届，这件要注意，真济人发生着遮个灾难。较早咱是安尼爱捡骨，安尼，因为登山过台湾，
咱较早拢登山过来，咱拢外省的呢。你嘛外省，我嘛外省，拢咱拢外省的。啊，包括最近的大城小城咧，吼、哦、要出臭呀，伊嘛外省的，伊嘛对别里来的，是不是？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真正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内底原来拉客化蕉，迄就是原来台湾人。我先就是土下内底做做化蕉，迄拉浮起来。咱中寮，这里有多中寮人家蒸虾，内底嘛真侪化蕉啊。迄只是本省的台湾人，咱拢外省的，咱对外围来，因为登山过台湾。怕他全部吃，所以六年七年以后呢，骨头捡起来红了底的，把他全部吃，开呢买个长长山，是这样才有红的哟，那不然都没捡呢。结果呢，咱人啊，真是以讹传讹，误会又传误会。哦、所以啊，咱风水的妙法，咱会照这因缘给传足着，各位了解。哈、哦，咱的了色数、了意数，廿七年二月十二，红尘沾上一关过一关，身体无好。哦，成学人，成学八字，啊、哦，梦见身体先天被盖，各位。几个先师甲咱开始，人论命无命好论，因缘果报；论运无运好论，行功立德爱打拼；论相无相好论，相由心生。咱乡亲，你有看到咱遮足济，我台北、台中四个来的师兄，啊，穿个法服，啊，大家面啊足顺的无？当然，你较无咧晒日头，比咱较白先生诶啦，相由心生嘛。哦，所以你讲有白日啊，梦见身体先天红康气，念佛，咱的佛性，阿弥陀的佛性，都是先天呐、啊。无人敢甲咱看，家己看家己，因为你的命宫啊，你的命宫呢？二七年生啦，生好，好，你的命宫呢？出世了唔就是，你的亥时呢？忌神造出来，忌神冲到阿达妈，冲到阿达妈的原因，命八字命大了呀，所以命就过当多下辈路。啊，这呢，唔是讲有去用砍去啊，无。好、啊，你放心，咱呐，卡骨来用筋啊、小筋啊、下头卡骨来有咧，后壁家己卡骨来治咧，卡骨来治咧，啊，一开筋咧，猛劈，砰一下，哈，你怎怎你就好呀，头壳都变啪嗒啪嗒呀，你放心，嘿，再来，啊，但姓廷七十四年十一月七十得火劫，辰时啊，必得雷水，大后天之宴。三类啊，一龙啊，二类你讲如何选择啊？你的著名科学生命科学啊，化学的啊，医术科技，你会叫爱做改革的，你用对化学去行，你熟水熟水用对化学去行，嘿。再来，张华玲六十年四月七日进雷雷，十二点出事的，啊、哦，十二点出事的，啊，必雷第一。你的身体呢？啊，因为你的元神，啊，元神较虚尔，真正有啥病无？嘛无啥物特别病。哦，阿摆来发生是拜卡尔。哈、哦、哈，再来呢？啊，民国七十年将会切到水天师破格。超搞诶，破搞有够功夫。啊，施文宏，宏有宝盖诶，啊头砍掉诶，超搞诶，你宏砍掉孙悟空，很溜掉诶款，所以你超搞诶歪去哦。
你那个门房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你讲给说，这小朋友呢，阿爸讲给是大艺术家，叫我成就诶。啊，中寮会出一个大艺术家，哈。啊，林宏达69年10月14日水滴节，本命破，元神也破。啊，宏达要从事什么工作？石头路上好俩，正技术嘞。啊，文具，啊，文具，哈、啊，也是啥货之类的技术工作拢做下，做好诶。啊，搁讲，伊若要修行，送去修行嘛，做好诶，后摆变大师。啊，这个赖灵异，啊，这个52年11月23日三分，我那个家温今年明年要过三年不好，看见没有？哦，看见没？万难代志，但最莫怀茶加入走。啊，先啊，啊，我跟你妈妈讲，兄茶一滴嘞，你莫怀茶加入走。你想看嘛来讲，我想哎呦那滴嘞。你的弄就舒适舒适，怕他那个鸡类，那小大爷嘞，你等个人走走康来这入面，啊那较细嘞，倒单，落不下，咱人的性顺境，莫怀啥个就走，不要太硬，好。啊，江家营77年11月27日李维辉，辉姓的，高中分组。是啊、我适合读文科，赞文科，阿摆用做一挂足有益的、足有益社会的，咱这里会使的，好、哦、加油啊！好、哦，你读文科很好，以后我适合什么当什么，老师、工程师啊、商人，你得这么做生意，做生意，老师、工程师。好，上好，你行技术工作，足有成就诶，嘿。啊，林家伟，今年63年9月7日，乾为天，新时兄弟熬破洞，是毋是适合创业？适合你出事毋着死，你完全借助甲救来，阿爸要出事，完全借助无救来。你讲弯刀要跳来，南道关中路向北新村新龙巷31号，迄阵我报唔到，报到就好嘛，完成这组几道队。哦，所以人生的过程足侪停停踏踏，恁时间你报唔到，你甲完成这组做生意，完成这组好嘅底下来，你若甲你做生意，保证了钱，保证哦。维新圣教台北道场。来接得修啊！34年3月11日，哎，他在占一休，恁在中关的啦吼，没我占多休，你在中关找一家门哦，阿弥陀佛啦！啊，身体运道离为火，挥手广德林，做善弘誓有关无？无关系，万难代志，唔通想起六段，哦，心灵气。会特别顺心啊！好、哦、啊，再来赖来宾，赖来宾哈，73年4月27日，五气加急，身体欠安，找医生。哦，咱中寮一个医生，难道医生真优秀呢？哦，咱什么祥云医院嘛真优秀啊！啊，祥云医院较早咱的将老头家，阮的。合作产的头家，阿先呢，我和我阿兄，那头家那来，我和我阿兄，行到呢，两个坐在边边，都唔敢去来看着我的啊产头家，阿无想到，阿孙那家开便宜，乡里医院袂歹，我就想到先呐，聊聊拢点拢拢，真无当。啊，所以这个人的一段一段姻缘呐，哈、啊。啊，汤金莹35年3月12日，啊，这个啊，雷慧芳，哦、啊，玉京一
经主堂建道堂，恳请文殊禅师能现场指导，会当择日保利哈。若要去，你来个摄影师，再来甲讲好不好？嘿，若需要的时啊，神的服务我足乐意的。好，只要若无去，我一定会去的。好，再来周有德，48年3月29日，红会家人赞呐、啊，哪有哪无啊？家庭的事，家庭的事，甲本人事的方向。咱钱呐，赚着钱啊！好、哦，小可较早起工来，就无烦恼。哦，再来了哈、哦！家庭的代志，你侬我侬，靠骨头钱的都好话啦，无事啦。嘿，啊，等陈美惠哦。啊，69年7月7日，大破，金龙山大破，一年靠骨头失恋的这个囡仔吼。早结婚，早失恋，哦，慢结婚，慢失恋，啊，因为夫妻宫有破，爱情小心，啊，那么要甲迄个结婚好无？这个吼，恁呐好就好啊，好，恁呐好就好啊，好，唔通讲我嫁这个好吗？娶那个好不好？不是这样，第一，咱要结婚，我都。爱人无，人甲咱爱咱，我都去感恩无，这非常的重要。吼、哦，咱若甲想人要，要叫人爱咱，咱无要爱人啊，咱就错过去啊。啊，所以婚姻幸福建立在双方互相相关心、相爱、相疼惜的基础上，家庭一定圆满的。